他是浩哥，平常穿着很邋遢，而且看起来平凡不起眼，但只要有人需要帮忙，他就可以变身成正义的化身。变身浩哥，浩哥出任务喽！热心助人的浩哥会帮助民众解决困难。你不知道怎么粘魔鬼粘吗？交给浩哥。谢谢浩哥。你不知道怎么开灯吗？交给浩哥。是浩哥。你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马桶吗？交给浩哥。谢谢浩哥。你不知道怎么算数学吗？交给浩哥。谢谢浩哥。你从提款机提款不知道怎么把钱拿出来吗？交给浩哥。哦，浩哥，谢谢你。钱领出来了，但你财富自由了，觉得钱很重很困扰吗？交给浩哥。啊，浩哥，谢谢你！这个城市因为浩哥又得到了一天的和平。哈哈，好险哦，浩哥！我刚才一不小心就财富自由了，钱太多好重，好险哦，浩哥帮我减轻负担。同学，且慢！我看你目光无神，印堂发黑，这是烟熏妆，会把烟熏妆画在印堂。你这小子不简单，不简单的你值得拥有这套神之卡救急大法师。啊，这个是全套的救急大法师，最珍贵的是这张右手摸着有救急的右脚，这套是我透过国外的友人辗转才得到的，原价100,000，现在整套算你81,000就好。哈哈，反正我。财富自由，买了！哦，等等，我刚刚现金都给浩哥了，没现金吗？我可以刷卡哦。我没有信用卡，我只有提款卡。最近的提款机在200公尺外的路口，老板，我去就回来。哈，那个是也喜欢收藏卡牌的贝卡斯。贝卡斯的兴趣除了收藏卡牌，也喜欢贝卡斯。所有电影的卡斯他都倒背如流。哈利波特、丹尼尔、雷德克里夫、艾玛华森、鲁伯特格林。哈，他走过来了。他看到这组救急大法师，也一定会想要收藏。可恶，不能让他抢先。老板，我可以先预定吗？谁先付钱，这就谁的哦，那就快哦。可恶，救救我，浩哥！浩哥，发达啦！这都要感谢你的提拔呢，姑姑。怎么样，姑姑？今天又是有财富自由，觉得钱包太重的困扰吗？姑姑，我正想要换一台车呢，姑姑。看来他把我的钱花光了呢。浩哥，救救我！手上没有经济就提款卡，但我好想买这辆救急大法车，可是我这一天连借钱就要救急大法车，就会被人家买走。救救老哥！看来只好给他点颜色瞧瞧了。且慢，浩哥，邮局的案子内容可以这么 hardcore 吗？行动邮局 app， 写一个信。只要你有邮政晶片金融卡，就可以透过行动邮局 app 申办邮政数位 Visa 金融卡，不用临柜排队，直接线上申请。姑姑，邮政数位 Visa 金融卡的好处就是你账户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，姑姑，让你花费不超支，姑姑，可以有效理财，姑姑，你可以把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当作是旅游基金，或者是犒赏自己的购物基金，姑姑，你可以在行动邮局 app 很清楚看到自己的交易消费记录，姑姑，以前你要跑柜台开网络刷卡，国外交易，国外提你限额 ，Visa 刷卡限额，现在透过行动邮局 app 都可以直接设定，而且不管是邮政数位 Visa 金融卡，还是实体的邮政 Visa 金融卡，都可以绑行动支付哦。谢谢你，浩哥。老板，我买这套救急大法师，使用邮局数位 Visa 金融卡。你触发了邮政数位 Visa 金融卡的被动效果。姑姑，现在不限实体卡片或者是邮政数位 Visa 金融卡，不限消费金额，任刷一笔就送50元电子礼券，限量50,000份。消费累积满6,000元，再抽10名 I 邮购红利点数60,000点，价值60,000元。姑姑，另外还有邮政数位 Visa 金融卡独享的效果，消费累积满7,200元，加码抽10名 MacBook Air M2 512GB， 价值46,900元。姑姑，对了，这个只限在首次申办 Visa 卡的人才可以使用这个效果。姑姑 ，OK， 好，这套救急大法师是你的啦。太好了，我得到救急大法师了。喂，贝卡斯，来决斗吧！你怕了吗？也是啦，我可是有超珍贵的信用卡救急大法师呢。哦，我也有啊，这五张玩具店30块就有了。你要第二套吗？送你。老板，你不是说？哎，浩哥，你看他啦。同学，我看你目光无神，印堂发黑，你不要带组救急大法师，原价100,000，加算你81,500就好。如果你是晶片金融卡用户，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申办数位 Visa 金融卡。推荐局号输入浩哥我的指定代号666666，前100名申办成功且任刷一笔，可享150元优惠。如果超过100名，仍享有50元的优惠。详细资讯请参考资讯栏说明。